三者，是爸我不知道妈，这事儿是真是假，反正是自己脑子里爸妈，想。但是这个事情确妈实是妈，在我脑子当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。it's tax 直到 time 他这个2008年从 it's 英国回到了 just 法国，其实他当时面对就是一次大革命嘛，对吧？然后把当时国王推 just 翻了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我现在要回国了，我现在要去回到法国，然后重新统治法国人民，他们在召唤我等等。”他同时也是这么说的。但是他的事后来自然就成功了，所以他这前几十年，他这一生就是这么过的，不断的组织起义呀，哎，什么斯大拉索尔起义，然后包括反复被流放，反复被关押，最后法国政府说算你狠，您在我这儿啊，对，判了一个终身监禁给他关起来。然后他还能找革命同志，然后还能运动。其中最有趣的一次，他就模仿拿破仑复辟，拿破仑复辟不就是这样吗？哎，从大登陆啊，然后带领。怎么想啊？Excuse me.